Hello， 我是小四。在这个众多的这个时尚美妆的品牌里面，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一个计划的又安心又美丽的产品呢？我发现了一个品牌，它的地点呢开设在台北黄金站区的东区。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，走。YOLO 秉持着 You only live once， 人生只有一次的理念，强调精品的设计、欧洲的制造、欧盟安全的认证、国民价格。听说你们有两款非常厉害的护手霜。对，一个是鱼子酱护手精华液，一个是鱼子酱护手霜。像针对像冬天干燥肌肤，可以先上个精华液，然后再上我们的护手霜去做一个锁水动作。哇，太棒了！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香味。对，有一种柑橘的香味，然后甜甜的。YOLO 呢，它的一个今年非常特别的是一个光疗指甲油，它的光疗是不需要透过一般的光疗的器材，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就恢复了指甲的这个干度。然后就是它特殊的刷头，从正面看应该是一个圆弧抛物线的一个设计，上色的时候呢非常能够符合我们每个人的指甲的弧度。这个呢是我现在常常为男生做的一个造型，我会帮他做一些指甲彩绘的，让男生有一些活泼的感觉。YOLO 的品牌其实就是几个字的缩写，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， 其实就是你应该把握当下，女性应该把握每一个美丽的当下。是的，所以说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女生、每一个女性的朋友来到我们店里面，都能够享受，都能够绽放自己的美丽，每个当下。其实我们公司的商品，其实价格真的相当的亲民。那我们希望用一个很亲民的价格，让很多的消费者轻松的接受到，其实就是一个百货的品质，然后呢，亲民的价格。YOLO, you only live once.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真的只能够活一次，每天每天就过去就过去了，所以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。然后也希望不管你是男生女生，都能够来体验一下 YOLO 的感觉。